还好。今天很开心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平常其实我们工作这么忙，那也赚了一些钱，有能力了，那有时候会想要说回馈给社会，帮助社会什么。那很开心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本来想说来这边帮小孩子擦个油漆，那种感觉应该还不错。但我到了现场，我突然间看到小孩子那种眼神，让我突然间觉得说我真的很想要帮助他们能够脱离这种学习这么恶劣的环境。对，那看到那个墙壁这样子，那我也尽我最大的这种努力，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他们未来在学习上面有一个更好的环境。那这个我能力做到的事情，我一定就想办法做到。那很开心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看到小孩子这种开心的眼神，我真的很开心，真的谢谢富邦，谢谢。